有人给我消息，可能那边有嘛，然后他说你可以去那边看看，然后我去了，然后翻过了两座山之后有个大草坝，然后那里面有一大马群，然后就在那里面。我当时到马群的时候，那小马跑过来马上就舔了我一下。小马很多地方被虫咬了，有点肿，但是别的方面就很好。它可能瘦了20斤了。找完马之后，直接马拉到那个马房里面，给它擦擦身，喂喂食物。是9月25号11点半，然后找到的时候是10月1号11点半，心情很乱呀，住在马住的地方呀，马房里面，晚上睡不着，凌晨才睡觉，然后早上6点起来开始找，找到晚上8、9点，一天差不多40里地，从束河古镇找到玉龙脚下，整个草片整个山都找遍了。我留了电话，然后就给他打电话，我到下面了，然后找到他就给他钱，马上说了给1万块钱，但是老爷爷没要那么多，他是心意，如果我去一趟丽江，我也肯定去找他一下的，就算他是我的恩人。